欢迎收睇 Black Square Gaming， 我是阿奕。对马战鬼奇谭模式又有新的不拆装了，不过相比起旧笔就会麻烦一点。喜欢我们的片可以给个 like 同埋订阅我们的频道，顺手关注我们的 Facebook page。首先最好开翻个分身 PSN account， 再用分身加翻主账号做好友，之后用分身开对马。咁要睇下过场同助下教学嘅，搞掂之后就向主账号 send 邀请啦，跟住登出翻分身，过翻去主账号嗰边，入翻游戏之后揀翻自己想玩嘅难度，咩难度都得嘅，越难啲装就越劲。咁呢度我方便示范，就揀翻同级就算数啦。入到嚟照平时咁打，正常情况打完要入鸟居结算嘅。入咗结算画面之后，我哋出翻去 PlayStation 嘅主画面，去揾翻头先 send 俾自己嘅邀请，咁参加。入翻 game 会话加入失败嘅，同时你会再次出现喺鸟居前面，入到去又可以再拎奖励，而头先嘅奖励都已经拎到手噶啦。呢、这个方法虽然麻烦同耐过之前少少，但可以同时拎到经验值、资源奖励同埋拎多件现装。今日嘅分享就嚟到呢度，有啲咩攻略想睇，可以留言俾我哋，我哋下条片再见啦，拜拜。Bye.